军还有三十秒。隐身。碾碎。上个厕所。不上厕所。为什么在这里跳上舞了？刀锋舞者。哎呦我刀锋舞者。你怎么回事？嗯？服了，是长官。我们现在有致盲啊。他即使上来也打不死我们，没用。兜正在报告。你要补兵，我给你个扣。哎，他如果我给致盲，他扣还有用吗？先来个这个吧，哎，不行，有伤害但是没效果，你说啥呢？什么叫有伤害但是没效果？你说我的 Q 没效果，还是他的 Q 没效果？谁在这抓鸭子？抓什么鸭子？兜兜兜啊！兜兜兜！要迅捷！我决定这把我学个二级 Q， 哎，致盲。走位点，是长官。点致盲，点点，你挺狂啊！点致盲，我狂了。亏了，这盒子是亏了，血亏呀！打人真疼啊！刀锋啊，确实有点扛他我们，嗯。
一会儿下波他还有点燃，还有闪现。是长官。他还不像别的英雄，兜兜兜兜，致命点燃，兜小莫快跑，致盲，兜兜兜，哎，回血，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哎呀哈！你血亏吧你。挺狂啊小子，还狂不狂吗？插个眼啊，快跑，小莫快跑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，这是咋没瞅着呢？哎呀呀，我去前面探探路，还把我雷给我拆了，挺烦人的。有针眼吗？刚才他后插的，刚才哪有针眼啊？刚才他是后插的，不信俺们看一看，刚才不可能有针眼儿，抽一下，抖，跑，小莫快跑。撇个雷吧，正在爆炸，主扣吧，主扣，主扣，主扣。兜兜兜，哎呀好疼，哎，玩个屁呀，这刀锋这英雄还不削，太他妈疼了，就一个破妇孺之斧打我打成这个样子，我比他装备好不知道好多少，太疼了，遇到我就死，遇到我就死，我只要遇到了，那我们基本上就是GG，不可能打得过他。脚底下放嘎有个屁用，脚底下放嘎，他两个扣就能穿我半管血，他都不用平 A， 这人然后你说这像这种没有位移的英雄想躲他个E多难，多难，能不能来个蛤子跟我蛤子呢？完了，他出燃烧宝石了，他出水银骸加燃烧宝石了，兜兜，你不用你狂妄，完了，自盲错了，漂亮蛤子，不能跟他打了，这没个打，跟他打不了，我们赶紧拆塔，实在难打。这把的积木可太难了，这把积木先选积木就是这个下场，
溜了。小莫快跑回家，兰陵汉的苦楚。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这也能给我晕着？哎，我服了。请尽量跟上节奏。我最后一秒没回家，没回去，我寻思能回去呢。这把看来得来个布甲孩了，算了，法穿孩吧。你是不是有点太狂了？我发现，啊，你是不是有点太狂了？我一个有致盲的积木，你敢越塔杀我？是不是狂过劲儿了，小伙子？真是狂啊，太狂妄了。哎，吃塔皮。走了，小莫快跑。撇个雷。能扎着吗？那不扯淡的吗？来，小美甲窃魂卷配法穿骸。还好我临走的时候放了一个雷，嗯，也导致他并没有拆掉我们几层塔皮。爬着小心点啊！我给他致盲，来，哎，来要我的蘑菇，要我的蘑菇，我让你看看这积木的虚区。你干啥呢？偷吃东西！我们好像有点无敌了，现在除了泽拉斯能打得了我以外，其他人基本上碰不到我一根毫毛。兄弟们，我闪现，吃狗屎来。我给你个致盲，兜兜兜，快快快快快快快跑快跑快跑！致盲死了，爬着也死了，甩个雷。我们该笑了啊，兄弟们，该笑了。我笑一下，
这波先守一下塔。我给你个致盲，脚底抹油 ，Q 一下。溜了，回家了。拉克斯马上到啊！他现在特别想杀我，他已经起杀心了，明白没？啊，他已经起杀心了！你瞅这个逼英雄，哎呦我操了！真是打人，真是没个玩儿。那打人咋那么疼呢呢？那 E 都空了，他妈一个 QR 给我杀了。你说我半管那些 QR 给我秒了，讲不讲点理啊？还我美甲切魂去，拉克斯也没了，拉克斯零七幺，拉克斯不值钱，没事。其实咱也不能怪着刀锋太强了，主要还是积木太弱。积木还是不太呀。怎么有四层美甲窃魂卷呢？哪来的？谁死了？我到了，我到位了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个致盲。咱先杀的泽拉斯，兜兜兜兜兜兜，算了，不打了。哎，这泽拉斯没人杀吗？炸漂亮，死。哎，没得关系。这把好赢，没事，我们家的阵容很恶心的。我们家的阵容极度的恶心，你们知道吧？寒冰加积木，寒冰加积木，恶心的不行。这把好打，对面 ADC 上来只要一个致盲就废。这波我告诉你们啊，在中路放颗雷，然后在这隐身，泽拉斯要来把他杀了。兜兜兜，爬着没到，爬着要到了就好了，没事。这波小丑是闪现接点燃过来的啊，这波我们不亏。他来得猥琐一点了，不能老想着杀他们，稍微猥琐一点，我们不太好活啊。1250，
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死一次啊！从现在开始，种蘑菇去吧，别着急。下条小龙就是我们美甲线魂剑25层的时候。泽拉斯现在是没死，但是没有闪现他。泽拉斯现在没有闪现，我们先扫描一下。让对面来追我们啊、哦！留两颗雷，这都没动。这是个 AP 小丑啊！先给刀锋给个致盲，白送，可以。哎，好疼。啊，这卡莎怎么回事？别怕啊，兄弟，这波好像可以打。先杀这卡莎，哎，给个致盲。那杰咋跑了呢，兄弟呀？那你跑，我们咋整？哎呀，太难了，这上去就遭人结果了，这咋整？又归零了，真可恶啊！三条小龙了。杀他没啥用啊，那刀锋不值钱，都死的都没钱了，闪现杀的不合适。其实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，即使我们必须得去 Q 卡莎，我们也不能去 Q 卡莎，因为我们 Q 卡莎是必死，这样我们美甲窃魂卷永远切不来，知道吧？我不上，谁乐意上谁上，哎，谁乐意 poke 谁上，我们就在这儿撇雷。上去死的一定是我们。直接这里给他放个雷，我们直接打大龙吧，偷一下。整装待发，这寒冰为什么是帝国指令的？没啥伤害呀。没法上啊，兄弟，这咋上？撇个雷，漂亮，卡莎死了，好射啊！我不上，你们乐意谁上谁上啊，咱也不上。美甲窃魂卷拿不着就算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
走，打大龙。先把龙打了。算了，换一个得了。这可怎么整？那小丑是假的吧？这小丑，那假小丑怎么一直跟我进草丛啊？那假小丑。嗯，下件装备还行。体验卡了，哎呦我大龙体验卡了。沙漏也不好用啊，来个啥呢？我来一个蜡石之牙。嗯，要不然我们的近战都没能力战斗，我来个蜡石之牙。好事，把泽拉斯杀了。这都没死，兄弟，你怎么不踹那卡莎链呢？泽拉斯啊，我给你自盲了，你想干嘛？正好泽拉斯过来踩个雷。我操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泽拉斯好烦哦，有没有人把他杀了？杀他，没虚弱啊，把他杀了。好射 ，nice。翻盘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小丑恶心的很！我这蛤蟆，这蛤蟆秀啊！这蛤蟆，我们上路收兵。我发现以后咱没吧，还是玩点那种厉害点的东西吧。关键呢，老有人让我玩积木，玩的这没意思的，不能先选。这种英雄啊，用康特来后选还行，又泽拉斯，又艾克的，又刀锋的，没一个活，根本就活不下来。手太短了，我们蹭书又蹭不出来。玩的贼闹心，他出沙漏了。我就稍微能有一点小克着艾克吧，而且人家还都是扫描，也不好去中蘑菇去。对面仨扫描，俩远见，你说。我感觉我们应该下楼待一待。
哎呀，没死。嗯，泽拉斯没升十六吧？啊，升十六了。那有五波尿那就没办法了，兄弟。躲掉前四波，第五波没躲掉。我那些雷呀，就放在那里了。你们要能打过，你们就打过；打不过，那也没办法，兄弟们。走回家，蜡石之牙了。那卡莎跟泽拉斯全部都有沙漏，艾克也有沙漏，小丑也有秒表。哎呀，其实有点难打了，人家沙漏全出来了，你跟他对狙，你能对过他吗？不行吧，这能中、哦、哎呦真疼，太痛了。标题是新版猴子教学，进来一看是积木，点举报了。兄弟们，我做的对吗？你先去查一查眼睛问题吧，你就别问做的对不对了。我给你点钱，六块够不够？你先去查查你的眼睛。这家伙这泽拉斯是真难杀呀，你不死烫死，这都不死，这泽拉斯这不踩，这怎么没踩上啊？哎呀我靠了，这雷都没踩上，这是什么雷呀、啊、这个雷，你是真弟弟呀、啊、这都没踩上。我可真是醉了。这都能没踩着，接带线要迅疾，不是那么很好打呀。干嘛呢？为什么打大龙？哎呦我操！我来一个 Q， 他应该是死了。艾克还有大，这打谁也打不死啊！这太难玩了，这太难杀了。真难，大龙没了啊、嗯！没人去杀这泽拉斯啊，谁能帮我把这泽拉斯给杀了？杀音书卖了，行吧，卖了吧，卖了我买个法阵帽，再来个帽子。我玩个积木还老得去突后排，哎呀玩得真头痛。
趁现在我们赶紧把红抢了，还能粘粘人，支援一波速度。小丑，这是真的。漂亮，兄弟！哎呦，这泽拉斯，你给我打死他！我前面有雷，兄弟，我前面有雷！我这雷塔子怎么样？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 A 他呀？刚才，我操，无一人生还，全死了。全死了！我前面的雷放的，我特意往那边放了个雷，那十个人全死了，安静了，召唤师峡谷和平了。赶紧出门去远古龙放雷，对，我们没事放点雷，多少秒刷新一个？13秒刷新一个，行，指不定哪个人跑着跑着就踩到我们雷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随便放点，反正这能放五个呢。一直放，别杀的艾克啊！哎，漂亮！给我吃狗屎！推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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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中都可以。他们家剩两个 C。是长官，你看我就说退下吧，别死，别死，别死。别死大龙啊！我们这叫什么？我们这叫地雷战。哎，全都是陷阱。右边也有很多雷啊，我们先扫一下，赶紧放，中，先把卡莎杀了，漂亮！哎呦，我好射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不好杀，对不起。哎呦，我这刀锋，畜生啊，这刀锋！几换几呀？这还没打赢啊，这才杀俩呀，我真是服了，都真的。我们先把卡莎秒了都没打赢，确实是行的。这是真行。哎，没打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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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 buff 吧，等一下 buff， 守一下，
别打啊，千万别打，千万别打，他们这远古龙 buff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能给，高地可以给。远古龙 GG， 远古龙不代表 GG， 知道吧？我们把那卡莎都杀了都没用啊，我们可以往那龙角底下撇雷。我们往龙角底下撇雷，我看谁敢打。哎，我撇几个雷。我看谁敢打着雷，打着龙。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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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万别打啊！千万别打，千万别打，那远古龙爸爸打不了，挡一会儿，稍挡一会儿，即使有机会，也不要去找机会，知道吧？现在，因为容错率太低了，不要去找这种没有意义的机会，不去，就守塔就完事了。我操！快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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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刀锋换了得了，没办法。漂亮姐，漂亮姐，金玉姐，推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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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，一波了吧？能一波吧？能一波不？能不能一波？能一波就一波吧。二十秒，剩个艾克二十秒。一个塔，推塔推塔推塔推基地，推基地！哎，漂亮！真激烈呀。